徐峥带摄像突访片场，年轻演员张子枫素颜出镜。近日，著名演员兼导演徐峥监制的电影《宠爱》定档，虽然他没参演新戏，热衷于监制的《活得来》，他乐此不疲地跑到片场，挨个探班起现场的演员来。第一个突袭的对象便是实力派青年演员张子枫。当他敲开张子枫的房车门时，见他正坐在椅子上玩手机，等待剧组开拍。徐峥喊张子枫的名字时，张子枫的反应也是一脸懵。不过好在她并不是那种时刻在意妆容的女生，不但没有躲进去补妆，反而大方地面向了镜头，并且带着略显害羞的笑容跟徐峥问好。除了惊人的素颜外，子枫在面对徐峥的突然出现，表现很是可爱，双手搭在腿上，认真回答徐峥的问题，很是乖巧。